海区方面的消息，要关心的是日德乡特殊的分教林，今年将在3月16日来举行着初赛，所以这两天拢看到农民骑着车载着分教停在路边，和分教派人来练习。只要伫3月底到4月期间，沿着163管道到基地，都会发现基地的天顶时常有分鸟伫咧飞行。伊咧向村民讲，大约2个月前，村里就开始训练分鸟，予伊熟悉路线。伫正式比赛前几天，各村落的乡路田野之间，更是常常当看到一阵一阵的人甲单台飞分鸟。不要紧啦，啊，无甲流嘛袂使呢，啊，时到日数啊啦，要排要排啊呢，哦，啊，甲排者不要紧啦，啊，这若排袂当的，是要哪去办大了袂？哦，本来就是安尼心少个啦，哦，啊，你这无无，哟，说了心烦来排大了，无这排袂当是要排腰。格林又做分做私人甲公人两种。一般来讲，私人就是正式比赛，公人的热身赛，会伫公人的前几天举行，前一两天就会和分鸟甲上木林，管是木林排伫个卡只片的重量，嘛因此分鸟身躯顶的鳞会有大小无同。你伫正式比赛当中，主要拢是以直径8寸比较较大的鳞为主，困难度也增加真多。最新新闻，主内新闻记者向采访报道。